我哋隊波內線嘅唔係太強，咁但係我哋有速度。我想大家要做嘅係咩呢？簡單籃球，快攻。OK， 由防守一次，守到波嘅就打快攻。你哋打到快攻，乜嘢戰術唔使做。边落第一场陈 Sir 对潘 Sir， 一开波咧，潘 Sir 队就已经落后啦。快攻开打又唔入，唔系潘 Sir 想见到嘅嘢。输篮板又多 turnover， 去到连正常走篮都炒粉。差唔多，我觉得啲球员头先第一场就入谷慢啊。一开头因为我哋都输6-0咁上下噶，系啊。跑翻好啊！咁咯，跑翻去翻后喂，四系波喺边啊？四，诶，出边落去换阿成，弱边啊！阿成而家守嗰边。哎呀，成太多球啊！输你一个，输得太多球啊！喂，我未话咗波喺边个位置，你去翻边个位置就企啊嘛！你净系挂住望住一个人，人哋另外一个已经系咁接入去啦，冇理由输得同埋Angus 啊，传唔到啲波唔好传咯，揸住先咯，俾人接几球波，快攻！我攞完板之后，跟住又掉翻个失误翻去，咁好唔抵啊！要睇清咗个场先，做好个选择。追，跑落 corner， 跑落 corner， 跑落 corner。呢场波嘅转捩点就由呢球三分开始，潘 Sir 呢个调动叫醒晒成班球员，后备嘅第6人13号防守又偷到波，跟住仲上埋前场帮手补篮。潘 Sir 呢一队连续攞咗12分，打出咗一波12-0嘅攻势。上晒 good， 我觉得我哋队中另外一个13号位都系少少系秘密武器嚟啊！佢头先都打得好嘅，即系无论篮板啊或者进攻方面，佢都做咗好多嘢，系啊。边个上档？拉开拉开个笼。最后仲将比数反超前4分。喺呢个时候，潘 Sir 队改变战术。暂停啊，球证暂停暂停。留意开波个留意望，如果 mark 佢一个系咁样 mark 住嘅，可以俾就咁笠俾佢咪得咯。潘 Sir 嘅 time out 好有效，成功将比分再拉开到6分差距。坐低坐低 ，Jimmy 后边 ，Jimmy corner。潘 Sir 嘅防反战第一场好凑效，最终比分25-21，排名榜上得2分。好似 underdog 咁咯，即系本身唔俾人睇好，对面可能有个高嘅，跟住又有几个好嘅加。我觉得赢系因为我哋后屘可能大家嗌翻醒大家，跟住防守做翻好，守到对面。照舊，頭先我講咗打先打先，有快攻跑照打，冇嘅陣地，唔講都知道要落咩位置嘅應該。嚟啦嚟啦，邊邊啊 ，Henry， 走邊度啊？企邊度啊 ，Henry？ 第二場潘 Sir 對 Coach 灰啲分數都係咬住咬住。冇人出聲嗌極都唔知。Jimmy 啊，同 Angus 講多啲，提佢多少少，佢唔太記得啦，提佢。上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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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号 Jimmy 就一定是最多出声的那个，或者以一个道长身份，他会主动去提啲队友嘅。因为自己打球都是喜欢讲多啲嘢，因为你讲嘢即系对面都会被你吓亲，跟住同埋想用呢啲嘢嚟嗌翻声自己，嗌翻声队友。我嚟啊！我得，慢慢啊，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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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ood defense。
A， 揾人揾人入波。自己 OK， 哇！姚明跳得幾快喎、啊，一換你入嚟就可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催化劑啦。你自己覺得你自己做呢一個好似第六人咁樣嘅感覺，你自己做唔做到？我覺得 OK 嘅，因為我如果正選上場，我覺得空習慣噶嘛。喺場下面坐一陣，可以睇清楚局勢多啲嘅。最後潘 Sir 隊鎖定戰果。以24-21赢了 coach 灰队，取得两连胜，究竟他们会不会赢埋最后一场呢？注意一样，投我五个出先 ，Isaac 你妈。哎，留意你乜 Isaac 嘅清楚，唔好俾佢过得啦。净系一只手对住佢啦，系啦，一、二、三。我开头俾我五个人打，其实三场波我都冇转过正选，即系可能有啲开头发挥得冇咁好，咁但系点解我都唔转呢？就系、是、我唔想第二场突然间因为我差完之后我打副选，我想佢唔好有呢个感觉。有一次，计紧。最后一场，潘 Sir 对两 Sir， 开头比分咬得好紧，两边互有攻守。QV 落啦，跑来不甩啦。但最嬲咧，我会觉得系第三场，因为我觉得打头两场之后咧，佢哋喺第三场里面重复去犯翻第一场做嘅嘢。其实第二场嗰时候都讲过啦，改唔到，佢第三场都改唔到，有少少敏咯，对于佢哋系啊。十波，十波。翻去啊！唔入波守咩啊？喂，三二嚟啦，三二，可以俾三分，准备出啦，三。你来换成，系来坐低换佢，坐低，集中啊，成日都唔集中，唔知自己对波发生咩事，联防佢哋已经嗌啦，波去呢度，我出入去啊嘛。是啊，大粒波回分中間，你即刻出翻嚟啊嘛！明白，因為你嗰、那個嚟，好似有隻講。我都講埋，我最唔中意嘅，因為我同你講你嘅問題嘅時候，你第一個反應俾我反應就係咩？我冇問題啊，係啊，邊個有問題？因為我球波唔關我事，即係你揾咗藉口俾自己啊！接受先，意見接受先 ，OK？ 我哋喺球場出面睇到嘅，喂，我同你一隊做緊你教練，我唔會害你，你好勤力跑，但係。勤力啫，我哋打波要用脑啊嘛，我哋大佬唔系田径啊，得个方向，乜都唔使谂，斋跑，即系可能发挥唔好嘅有，好似阿成啦，即系我自己同佢练波，我觉得佢得嘅，但系好似落咗去比赛嘅时候，佢就好似好紧张，唔知道球队转咗防守方法，我又嗌佢，或者有啲队友嗌佢咧，佢都喺个场度好似听唔到咁啊。阿成虽然系正选，但三场三次都俾人换走。你自己满唔满意你自己表现？唔滿意，因為隊友做得好，我仲未打到自己應該有實力咯。籃板啦喂 ，Amy， 睇暫停一球先，搶波啊！你望到粒波喺度喺你面前掉嚟都唔行埋去搶嘅，啊！欸，防守先，搶籃板勾力，唔要打咁多波，俾走跑啊！你兩個要跑啊！再入一二三。我覺得我對個姚明啦，我叫佢姚明啦，嗰個13號。咁我真係會讚佢，因為之前練波我都知道佢係唔差嘅好嘅，但係我見到佢今日幾場嘅發揮咧，其實佢幫咗球隊好多嘢，可能防守啊、籃板啊，最估唔到就係佢原來啲第二時間、第三時間個反應跳咧係好快啊，幫我哋去補咗好多球籃，我度追翻唔少分數幫我哋係。最後潘 Sir 隊靠11號同13號分別攻入10分同埋5分，幫助球隊以19-17險勝兩 Sir 隊。经过三场胜仗，潘 Sir 队积分榜上共有六分。
三四。今日呢幾場波，老實，我哋進攻就個戰術唔係做得太理想嘅，主要都係以反擊為主嘅。喺防守方面咧，咁就一定要再加強啦，因為我只覺得就係今日對方另外三隊啦，佢哋可能都係第一日比賽第一日夾手，佢哋唔係即係好太夾啦。但係如果我先睇佢哋打到第二場、第三場咧，其實難打嘅，見到人哋開始慢慢打多啲模式出嚟啦，即係開始夾手到啦，我哋要防守咧唔係咁易。如果以我哋練波個時間同嗰個齊腳嘅情況，我已經好滿意啊！即係大家嗰個默契啊，都開始有啲初型，咁啊比較上足好。第一戰，兩 Sir 隊就率先對上 Coach 灰隊，兩 Sir 對自己 team 好有信心喎。不過一開波就失誤呢。喂，你發緊夢啊你！而控卫 Isaac 又被重点防守，找不到突破位。第一场打灰熊嗰场咧，对我的感觉嚟讲咧，我哋啲球员好像未有作战状态，即系落到场嗰时咧，第一咧好紧张啦，俾我感觉；第二咧亦都好冇信心，防守又好或者进攻都好咧，成日都好似俾人白眼望啊你，怕二俾人过啊！你一出佢就过啦，你篤八通啊而家，好波。你攞咗佢啦！你攞咗佢啦！暫停啊，球證！暫停啊！你反夢啊？嚇！佢行嚟行去，去邊？我覺得我哋對波咧，某啲球員咧，可能咧自己成日比較，對到啲球員可能有啲係即係喺出邊打啲某啲球隊啊，或者已經有啲成就，變咗佢成日都比較，佢已經失去咗信心。希望佢哋就係，既然選得你啊，你要俾信心自己，你嚟得打嘅，放膽去打，冇怯。俾啦，大哥。會唔會入埋啊？Coach 灰队越打越有信心，手风都好顺，结果两 Sir 队就以16-22败阵，积分榜上得一分，而队中嘅28号仲整伤咗添。呢场比赛好高强度，所以唉为啦，为篮球流血。重整旗鼓之后，两 Sir 队就要对上陈 Sir 队，唔知佢哋可唔可以收复失地呢？特別是對佢打陣地更徹底，守好聯防咯，攞好籃板，轉打反擊快攻，一二三。陳 Sir 啲防守果然嚴密下，兩 Sir 隊繼續陷入苦戰。推中間，推中間，推中間。好波，射手。去到第二場咧，我覺得有改善嘅，防守喺第二場已經開始進步咗。好波。但是我哋嘅進攻方面咧，叫做大輕機嘅情況，就係當我哋嘅隊長阿 Isaac 攞波嘅時候咧。其他球員咧唔知點樣配合，變相咧個得分都比較低。我就好唔滿意自己表現咯，因為頭兩場都同隊友好唔夾咯，唔知道自己個角色係點咯，打得好迷咯，跟住最後就好多 turnover 咯。苗籃，苗籃。上埋佢啦！28号 Rex 受伤影响咗佢嘅速度，表现大受影响。不过厄运仲未完结，连53号阿星都扭伤埋。Yeah, in the second match, I twisted my ankle in the early like few minutes. Now it's better, and hopefully I'll rest and it'll get better in the next few days.
虽然防守有改善，但是伤兵满营，加上进攻哑火，结果都是以8-20再输一场，积分榜累积有两分。好波，我觉得我做队长是今天是做得不称职的，就是输赢的时候就个人比较颓，都没什么去想方法去 unite 我班队友去做好一点。坏消息一个接一个，28号 Arex 因伤缺阵最后一战，究竟残阵出战的两 Sir 可不可以赢回一场呢？一开始队波已经不同了，防守积极了很多。叻仔，接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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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石阿石，系阿石，喂唔使惊啊！出杀！第三场系算系合格啦，开始我哋啲外线嘅球员开始即刻稳者位置，选择好嘅进攻嘅出手起手啦，亦都终于有个叫做即系外线三分嘅得分啦，比较多啲啦。走啦走啦，杀啦杀啦！杀杀杀！其次咧，防守方面咧，亦都多咗好多出声，尤其是喺挡拆战术俾人摸嘅时候咧，我哋啲球员咧冇第一二场咧，当遇到咁嘅情况咧，我哋基本上就俾人攞硬分噶啦。但是在第三场我们是懂得怎样去补位或者互相去提点，咁变成个防守的问题都解决多了。好波！仲有一场两Sir帮我位置调回去一号位那里，那我就打得多了很多，细谂啲咯，自己打得。你入一球，我又入一球，哇！呢场咬得好紧喎。打得噶，打得噶。好波，叻仔，走。哦，冇准备，呀、yeah. ，好波，落后近三分，睇下佢哋进攻有冇计先。成队波简直好似另一支球队咁，落后三分都追到平手，但系又俾潘 Sir 得分啊！最后一球可惜唔入，以17-19两分紧败。三场比赛之后，总共得三分。就算第三場輸波，但都打得好，而好嘅地方留低再做好啲。我哋呢個比賽以我為名，但係去到比賽嘅時候，你要有我，但係同時都要有我們，要有團隊，咁呢個好重要。其實打波唔係話一定要自己打，團隊先係最重要啊！雖然我哋輸咗三場波，但係下次我哋肯定可以贏翻翻嚟啦。男子队的首循环就完结了，下一次我们一起看看女子队的赛事打成怎样，继续留意李宁以我为名篮球挑战赛。